王羲的形状，也有赵姬清的笔法，啊，你细心看就看了，啊。所以它楷书和行书都有，还是楷为主？应该叫行楷吧？行楷，行楷，这不都有？以楷为主，楷为主，行为辅。然后呢，他赵姬清的一般写的比较扁，他这个比较正，比较正方。